有的时候师父总是啊，你们问什么我总是答什么，有时候哎呀没办法，我总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得到多多的加持咯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好起来咯，对不对啊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啊，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各个方面都能够啊变得越来越好啊。